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又到了圣经好好问问时间。我们一下针对我们的学校生活有三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一个问题，洋洋。认识神的人，让我们都能够认识神，不要再被拜拜所抓住、所欺骗了。